شاه بزرگ، ما حاضریم با شما به فارس برگردیم. چرا گذشت چه مدت؟ هنوز یک دیگر دنگی نمی آید. کمپا، آنها مونی دو نفر این یک چی، شوند دو جی شو. جان جیو، چیز سان جان چون با. 禀教主，鬼病意义待到。无忌，那人是小昭吗？小昭成了帕沙明教教主，这到底怎么回事？此事说来话长。我本是帕沙明教圣母，奉总教之命去到中土，其实是为了盗取心法。 你入明教，就是为了盗取心法。不错，总教失落乾坤大挪移多时，只有中土明教有传，我当然只能去那里。明教待你不薄，你竟然做了奸细，你对得起明教对你的厚爱吗？我本就是圣女，况且乾坤大挪移本来就为总教所有，又何来背叛之说？ 只可惜，我功德未酬，就情不自禁破了戒律，不得已破门出教。我自知罪恶深重，为了逃避火烧之刑，所以才将圣女的七彩宝石戒指传给女儿，命她继续完成我的任务，得到心法，交回总教，望能够将功赎罪。所以，小昭，是替你前回光明顶。 拿回心法的，没错，未曾想。
小赵，你已是总教教主，身份尊贵。说起来，我还是你的属下，你又怎么能为我干这些小事呢？公子，这是最后一次，以后相隔万里，后会无期。小赵想要再服侍公子，也是不能。你肯做圣女，回归帕莎，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吧？你会不会怪我？如果不是没有办法的话，我是一定不会泄露乾坤大挪移心法的。别这么说，你为我做的已经够多了。我又怎么会怪你呢？如今你已是总教教主，你也有你的责任。公子，其实教主也好，圣女也好，我一点都不稀罕。在我心里，我只想做公子的丫头，一生一世服侍你，永远不离开你。你答应过我的，不是吗？别哭。小昭，你若克制不了自己，便是要送了张公子的性命。公子，你可以答应我一件事吗？你说。忘了我，以后都别记着我。小昭，我们杀出去，擒他一两个保释我，逼他们送我们回去，好不好？他已经学乖了，处处防备，还命人看着谢大侠他们，还在船上布满了炸药，有什么异动就会死。你别做无谓的牺牲。小赵，时间不早了。别过，小赵身在帕莎，希望公子福体康宁，诸事如意。很多微笑的话，像一番人事变幻，到头来输赢又何妨？日与月互消长，富与贵难求长，清早的容颜老于皱纹。眉间放一字宽，看一段人世风光，谁不是把悲喜在尝？爱难天走不完，恩怨难计算，昨日非今日该忘。
半世曾孤风流浪里遥，风萧萧人渺渺，快意刀山重草，爱恨的百般滋味。我想你好好的帮我照顾他，我看得出来你是很喜欢公子的，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命来救公子。可惜我对他好，他一点都不领情，还常常骂我呢。难道你看不出来公子最喜欢的是你吗？你怎么知道？我跟在公子身边，他的一言一行我都看在眼里。可惜现在我永远不能再照顾他了，所以我想请你好好的帮我照顾他，可以吗？浪滔滔，人渺渺，青春鸟飞去了，纵然是千古风流浪。只要还活着，总有一天能相见。如果你哪天想见他了，我陪你过去找他。走吧，芷若和珠儿还等着我们呢。我们还要回天坑吗？那里的环境并不适合殷姑娘养伤，既然现在已经没有怕杀总教的威胁，不如我们搬到金花婆婆的小屋去住，等殷姑娘的伤好些了，我们再启程回中土。还是你想得周到。有件事我想问你，小昭说你喜欢我是不是真的？谢前辈。芷若，里面还有一张床，你就睡里面吧。我和依附还有珠儿就睡在厅堂，方便我照顾他们俩。无忌哥哥，殷姑娘还是跟我住一起吧，你一个大男人照顾她不。
你也会有这么仁厚的一。
啊，周姑娘，你辛苦一天了，早点歇着吧。我不累。 姨父，这岛上的花草和中原大义，我多半不认识。我想尽早回中原替表妹治病。可在这孤岛上只有一条小船，咱们这么多人，恐怕很难经得起风浪。虽然有点冒险，但以表妹现在的病情，不能再拖了。这样吧，明天开始，我就准备些粮草，过几天便启程。 谢谢。他好点了吗？高烧一直退不下来了。不要，不要，哎，不要走，你不要走，我没走，我在这儿呢。牛哥哥，你不要难过，我马上就要去阴间找那个狠心短命的张无忌了。我会告诉他，这个世界上。 有一个叫曾阿牛的，对我百般的好，比他对我好的千倍万倍。其实我就是那个狠心的张无忌。阿牛哥哥。 你傻了吧？怎么拿这些哄我呢？我没有答应要嫁给你，你会恨我吗？我知道，你说要娶我这些，都是哄我开心的。 输给我，因为你没有我狠。伙计，伙计，我的屠龙刀呢？义父，屠龙刀呢？义父，义父，你怎么样？我们是，义父，我们都中计了。 什么？食物里被下了十箱软金散，我们都中毒了。谁干的？不知道。但是赵敏不见了，倚天剑和屠龙刀也不见了。是他。
无忌，那周姑娘和殷姑娘呢？芷若内力没我们高，还没醒过来。但珠儿她，她，珠儿，她怎么了？啊？她已经死了。这一切都怪我，是我信错那个蒙古郡主。表妹本来就重伤未愈，她竟然还下此毒手，还以为你真心实意，原来全都是在演戏。孩子，赵敏，我陈无忌绝不饶你。有些心肠，若再撞到我手里，我战无忌定不会饶了你。只怕你见到他，又不忍心下手了。我战无忌一定誓报此仇，若不守住妖女，我战无忌枉生为人。义父，好了。这师兄阮剑散真是厉害，已过数日，义父这身体啊还是觉得无力。应该再过一两天，您体内的毒素就可以去除了。还好有你在。无忌啊，你有九阳神功护体，再加上内功甚是厉害，恐怕以后这江湖上那些人都不是你的对手了。来，来，先喝口水吧。无忌啊，周姑娘呢？她出去找吃的了。原本我们可以尽快的回到中土，可是没有想到，赵敏那个妖女
竟然把我们的船给偷走了，才促使我们逗留下来，又看不到来往的船只。真要是待上10年、8年，甚至100年，我死在这里倒是无所谓。而你们还年轻，一定要尽快的为周姑娘驱毒，然后想办法离开这里。啊，姨父，我也很想帮她驱毒，可芷若毕竟是女子，男女授受不亲，怎么好意思呢？无忌啊，周姑娘待你如何？她对我很好，曾救过我的命。那难道她不漂亮吗？啊，不，周姑娘她很漂亮。既然如此，我去跟她说，啊，你娶她为妻，这样一来，你就可以无所顾忌了。难道你还想着那妖女赵敏吗？不是的，姨父。姨父，您误会了。我现在是明教教主，明教事务繁忙，这个节骨眼上实在不宜成亲。即便是今日和芷若成亲，我也怕将来亏待了芷若。哎，无忌啊，既然你有如此的顾虑，那姨父帮你问一下，问一下周姑娘是否介意因为她的夫君忙于政务而冷落了她。不是，姨父啊，芷若，芷若，周姑娘怎么样了？想不到剧毒已经侵入脏腑了。哎呦，那你还等什么呀？芷若，我先帮你运功疗伤吧。不要，刚才我听见你跟谢前辈讲话了，男女有别，不能及服相亲，说芷若不能越礼，无忌哥哥也不行。周姑娘，我已经替你们二位啊想好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啊。无忌娶你为妻啊，这样一来呢，你们两个就谁也不用顾忌什么了啊。这个媒啊，我是保定了。谢前辈，咱们一直只盼着回中土，你怎么突然说起这种不三不四的话来了？哎，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怎么不三不四了？还有无忌，当年你爹娘在孤岛上，那也是拜了天地，成了婚，哎，没有那些繁琐的什么礼节，才有了你。无忌，你倒是说句话呀！你不喜欢周姑娘，啊？你不愿意为她解除体内的那个剧毒啊？我，谢前辈，我求你别说了。你是不想叫我一声公公喽？不是的，谢前辈，你是武林豪杰，能做你的儿媳是莫大的荣幸。那这么说来，你是答应这段婚事了？我那是我义子无忌不够成才？没有，无忌哥哥武功卓越，名扬江湖，能得此夫，还需何求？哎，只是，什么？只是无忌哥哥真正喜欢的人，是小昭，是赵姑娘，是殷姑娘，这些我都知道。那个殷姑娘，已经去世了，那小昭也回到帕沙了。至于那小妖女赵敏，她把我们弄到这种地步，无忌是幡然醒悟了。无忌，说句话。赵敏杀我表妹殷离，我一定饶不了她。周姑娘，听到了吧？你还有什么顾虑啊？我怕无忌哥哥后悔，除非他立个誓，否则我宁愿毒发身亡，我也不让你给我驱毒。无忌，立誓。我张无忌
倘若忘了表妹血仇，天地不容。说得清楚一些，那赵姑娘呢？啊，对呀，赵姑娘呢？赵敏为朝廷出力，苦我百姓，害我武林义士，夺我一副屠龙宝刀，更害死我表妹阴离。我张无忌有生之日，必报此仇。否则天厌之，地厌之。嗯。只怕到时候，你又不忍心下手了。哎呀，周姑娘，哎，择日不如撞日，今天你们二位，啊，就拜堂成亲，然后呢，无忌就为周姑娘，啊，驱除体内的剧毒，啊。不行的，义父，芷若，请听我一言。表妹阴离对我情深意重，她自幼心中便。